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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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那去了吗？小王呢？哎呀，也不能啊！你这个人呢，像他这样一样，这种的很省事。在原来是，都是住房啊。你说他这个线路长得好，也听说马比较这个，哎呀，舒服些，真他妈可以，这挺累，他的睡着觉了。哎呀，老子管了，老子，老子你咋这个？拿地要了，完了，大哥。啊，这这这抓地了，不用了。没有。你给我换人。你瞅他那溜，我让他溜前头是啥路线来着？你家全走了。你不得问你问的，你瞅，问你的前头是什么？别全走了，老子不好使。 这弄完那个，这这这我弄的，在这两枪了嘛？得去一群，不中，都是分开。啊？这叫朦胧。 是的呀，你是他婶吗？你是他妹妹。现在我们在路上啊，等下午你再打吧。啊，我办事啊，麻烦你下午啊，下午2点钟行吗？好，就这样。啊。 你听，你拿正门，你是拿正门，正门要也可以。啊，正门拿哪去？这个我这复印件可以。我看正门在。
净骗我们，你知道吗？我不骗你了，拿这个复印件来吓我们。哎，你说这个不对了，那有的地方就要复印件。我不愿。他正本不骗他，一压你副本了，因为啥？我走，这是我背他的案，我拿不拿？我下手你可以找。我们现在地方办，担保人、文化站盖章、介绍、派出所备案，现在不如以前了，要求严得很。那规定什么都必须用，咱怎么样？咱跳二班的，咱法律办事，我们正规，特别正规，哎，我国一般一般的。你国家总理都给我们提出了嘛，你到那接待还能加强管理。这上挺乱的，哎，乱七八糟。干我们这一行有的就乱，我们在地方开会也没。上回在河南的那帮来的什么，他不差。他有点妈的就不像话，不像一个文艺团体。我见的多了。我在江苏搞六年，不瞒你讲，我今年第一次回来，五天开50块钱，你给我开个手机。不行，那行，你让催烧我这里。你看我别把打这个手机了，我有钱吗？你别说的，我啊，我不是不那个意思。开五十吧，这八十回来了，这八十得啊，这八十块钱得。开五十吧，那不行。你看我上面那没有超过10块的。那我不忘了，到剩下来轮我了。不是白天不演出，只有晚上。我知道，都是晚上。开50吧，这八十的。这得意思的，送个人情。送人情不行。你开200，你也是。你这话不能给抬杠，你就开50吧。开50不行，听你的。我真信，我当然听你的。听我开八十。开60，开60大顺，行吧。我给你弄送点票，家里有人看，就看我们学嘛，不会给带来一千麻烦。你看我这几十岁了，我也在家，我就说点好的。我这江湖火，江湖传奇也没法弄，弄他那他们要钱没钱。他说了呗，他说就这样有的人他妈的。对对。啊，你看我在丰台演出，从来没有要押金。你叫着那个有时候啊，你叫他跑了，疼很吧，不行是吧？啊，他有时候就是肯定他这里干过这样事，有点复印件压着，这不值钱，能复印。嗯。啊，你说压着我是老师，我走了再给你来，喊你老师又来不会喊，对。至于我们走哪里都是老师的，对吧？对。哎，他起来走了，他这一个叫唤不大，这就是叫我团体成。你叫我，你让我让着你走吧，疼他，我也不会跑，因为他出门待不容易，你疼他，但是呢，他不理解你。我要挖他的时候，他跟你回头了都跑。十个人三个坏，三个最高的，四个妈的平常。现在这江湖险恶，对吧？有你讲的有道理，不是那个，不是做的。多少？就是。看，给面子。哈哈哈！面子，从这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是吧？给他20张票，那我讲我给他10张票，我心里不高兴。只要大鹏的30出头，完成任务了。公园的手续，文化站的派出所的，这算没事了，他心里都踏实了。他做生意上了，一方出财主情况。再给2块，朋友。你到那还想想？我跟你说的办事，我不少给，我都够便宜了。我都说的办事了，你今天你这生意走一天都好了，你都发的财了。不带了，你看那个停放的小车嘛，几万块钱买的，只有一个就走不了，我不知道。我又没给讨价还价。Thank you.
抓紧时间到站，到达门口丁寿镇来做个检查。来排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三块钱一张，三块钱一三块钱小价钱，爱朋友们，你花不成也省不付，你省下来也省不了万元货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来正好，你朋友们，您现在购票有座位的爱，您现在购票可以看全场爱来的人，抓紧时间。而有欣赏的朋友，你不妨花上小小的三块钱购票到我们大堂的爱，就给大和眼睛越薄越薄了。
相当的。哎呀，他瞧不瞧？老铁，走了啊！这才喝的，我这一听这是这河河南人，是吧？咱能看，看不出来哦。现在内蒙会正开的了，哪有会？哦，全内蒙南开的会。全内蒙。河北的。河北没会的，估计现在会不用了。河北会连不上，这个会跟那会连不上。这些就忘了。打了打了。哎。啊，欧哥。那小龙啊。你那古城公园了，你问过没有？我现在在丰台呀，啊，还在马场呢。不是他这不是卫生大检查，他文化局不让演，把那东西都拆了的。一个号，一个天号。全体起立！全国大检查，太严。那他勤检查，现在勤是硬不检查，勤先检查，检查了实力再检查。我想朝阳区那边便宜点，实力和那边去。看见？北京市你不想买？当地的欢迎，还在那东郊那个农贸市那批发市场，欢迎。我们欢迎，派出所不欢迎。他说你们来我们生意都好，人也多了。哎，这车不得啥，脚都不得，这连上了。这一说这上车，你还排着队，排着队。上了这日用品我给你买。啊，这跟大姨子，你们说，我妈说，他说欺负你怎么办呀？你哎，谁欺负你了？这老板娘这啊，你看看记着我们这没有人欺负你，我说过没有人欺负你，你不信？哎呀，走，他干啥来这儿啊？喜欢这吧？爱好嘛，跟你一样嘛。那他在这演节目吗？他就上台上台刚拉个场嘛，还没有演节目。走吧，走吧，太及时了。有啥及时啊？跳哪儿？我那里头我跟你说，都是五湖四海的。哎，来去，跳哪儿？跳草地的。我害怕。你怕啥？太远了，这么跑能是个事儿吗？再说我这辈子我都……那不没有。就说出门也是跟家大人一起去的。对，有我们在照顾你，你看你怕啥嘞？哎，真的。照片。可以。那里没有打吗？把你电话号码给他，到那个地方去，给他打个电话。你有白没有？底呀。你那名片搁到了吗？我名片可能没有了。明天发来了。嗯。小周的名片他上了。哦，小周的名片他了，要三我明明就这样了。你照片送给那个去救了。我经常开机。这不啥行吗？这个这个。小时候。中午吃馒头。啊。想问一下，这公园里来过歌舞团没有？歌舞团？没有，我从来的这没有。像咱这个地方哪里来过歌舞团？有空闲的地方？没有，我来今年到九月份够三年，没听说这歌舞团。发到这个地方没来过歌舞团？没有，就是他们本地的老百姓有扭秧歌的。就是大棚啊？没有，没有，没有。领导在家吧？那地儿里什么都没，你要什么手续啊？我们什么手续？啊，什么？我们在丰台过来，我们现在在丰台。你什么手续没有？他也不让你弄。文化局、文化部的手续都有。派出所有吗？派出所正到这边报道。啊，你先上派出所报道去。派出所在哪边？
就那个往北边一靠。哎呀！今天你工的，中间走走。哦，走。来，走走，来，快点走一走，来。
昨天卖的是800多块钱，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后悔了，给人家场地费一天300块钱太多了，甚至算给人家耍赖，这不是耍赖的事是吧？你像昨天他请那个什么体委还有这个工队吃饭吃了300块钱，我说的意思是说，还不如请这个开发公司，他或许还是少收你2000块钱，你再干点。但至于我想到这里，我没敢说出来，这不。人家两个领导下来叫了他都去，啊，我不出来，我不去。他让雪龙跟我去，我在门口给燕姐拿钱去买那个鲜花糖的电池呢，我就晚了几秒钟，他骂我，我说要叫我干啥？我把钱给了，我叫你杀你，我也没说什么，我跟雪龙一块去，他们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拐过这个楼就，他们一块上了，我不知道哪座楼，我一直跑到那楼，跑到5层楼上，没看到门，我在外边等着雪龙回来。说不行，人家说话没有余地，就这样，就为这件事，他给我老头子看到我说，我回家吧，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回家，啊，我说叫你回家你就回家了，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这团是你带的，你看轻重，你感觉这你能放得下，能舍得下你就回家。老师，你给他生的说点气话，管上去。他不是一个目标，不是都是为了把生意干好。他应该你好，你能发脾气，你能，我家里有事，我能不回家。起来叫蚊子找蛇，找那个小蛇去咬。那这属于快三环了，说这那路上车白的跟着我过不去，我说经常和原先来夜的班啊，朝阳去了，那不一样，他说新哈，你没看看咦，那啥手续，那就村委会同意给他交500块钱啊，联防队的都同意了。那先去呗，你就刚到这边去了。乖乖，哎，乖乖，
给你那房差不多了。设计房呀，这些设计房啊。老天爷，风湿不好刮了。其他的答应，答应，其他上的，他全包了。那不能这俩都跟他一样，那是一个食堂。全包了。水电志愿，他这一共没一个摊子，没下。我电师傅的，没有。我咱是丰台红花酒啊。你现在咱那卫生大检查过去了没有？我是歌舞团的，歌舞团的。啊。远大，远大歌舞团。就你呀。不是我现在没过去了，我就是问问咱们文化局接不接，接团体不接。你的卫生检查过了。难得看，光来了我才不想。大玉，大家在哪等的？你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哎，站这儿，站这儿吧。啊，是。哎呦。心累了，到路上。我觉得这个行程。这是团长，你看，这是团长。开玩笑。好的，比江泽民跟江泽民一个级别。开玩笑，没关系啊。咱们惯了就开开，不惯我还不给你开呢，是不是？刚才问一问郭经理说，说老郭他说咱俩过来看看，看看你什么时候走，是吧？过来看一看。那我们就熬这段时间，熬过之后咱三天去赶会。对。干交流会什么交流会什么的，搞了一天卖一万多块钱，一天一万多了，那也行啊。有的团体实力大，棚子大，一天卖两万多。我上天的好不不错。哎呀，不错。受罪的时候没有不错。八月份，看咱们看挣钱的时候，不看受罪。那有人风大，一股风过来，赶快的人呢，半夜正在睡觉，啊，落棚这东西一家伙落下来，棚子烂也烂，一没那这风过之后，一场大雨来了。外边棚落下来之后，拿绳子拴上，然后妈了拴好了，人也冻得差不多了，这里边睡觉吧。这里边搞不好，人要人少的话，人高兴啊，每天高兴啊，是搞的话了，这里边都漏水了。上个地方在大兴，我的箱子全部过水，水都这么深，妈的，两个得两套音响，还有这个电子琴全部过水，一家伙晒了两天，两天人家都开着生意，我们在休息。现在主要是北京这卫生大检查，好多团体都走了，都到内蒙、山西去赶会了。他这个卫生大检查可能快过去了吧？完了，再要大概要十来天吧。你抽你的吧。啊，不抽了。抽，谢谢。六幺点啊，六张呀。对。那我怎么噎着好了？我噎着。六张呀。嗯。好，谢谢。这小伙挺仁义的，这小伙就别看岁数不大，今天有三十了吗？没有，26。我操，可以啊！我发现26就当团长了，你厉害你。那地方我们开支了7000多，我买了东西。也不容易，你看你这个。你这个摊子真不容易。要说这门口，你说北京的地方是好的多了。你说我说到安徽、到陕西那边，他妈的，你到那里展会，你别说这治安来给你维持，他都没门过。来了多少人不买票找你麻烦，敲诈你。对，就拉着这小姑娘们，你说你气不气？拉他们。啊，你说你给他打架。谁给他讲好话？讲好话，他说你怕他。咱这再找几个武林高手跟着你。找几个人啊？出门不是靠打的。啊？你到那边演出来，那怎么着？到时候拽你们的人。
那他们赖小子大白天的这小姑娘都不能出去，你要找个厕所，你不跟几个男的，我告诉你啊，他们见了这啊就抱，就这样。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山西啊，那不像话，不像话。他派出所在门口，你说哎，不习惯。我们这里有些地痞找麻烦，倒是到派出所去帮忙。这事我不管，这地方不归我管，他就这样。不，他就这样。山西啊，你们怎么办啊？那自己处理啊，就是打听当地有出名的没有，给他出点钱，让他一般出名的人都是讲义气，他就靠打出来的，是吧？就是说地痞斗一般的小地痞都怕了，证明这个人有志，就是吧？很有头脑，也是讲义气，就是全都打出来了，讲义气，所以要找到这些人来帮忙。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出重金，就是一天拿100-200块钱给派出所或者武警部队了什么，我们也想尽了办法。对了，我也是这个责任。那当然那种场面呢，那这大交流会，县城里边呢，也挺卖钱的，一天有时候卖7-8千，10万多块钱，这就要开这。那这个钱都要该给花一花点。对对，该花花点。为目的就是为保平安嘛。他们那有一个团用了什么？那在内蒙那边演，他妈那个县简直就是混乱得很。就那在县城一流、二流的地痞都来找麻烦，敲诈他们。我说，哥，像咱哥俩跟着去，你信不信？全给你摆平，就我们两个人全给他摆平。人特别多，人多就人杂，是吧？有些人呢喝点酒，对，你到门口了，到了门口，你要是看清了，你说哎，大哥过来了，一握手，哎，里边请，进里边玩吧，进里边捧捧场啊，哎，兄弟捧捧场，哈哈一笑，就说唰甩给你一包烟，也挺客气，意思就是说你看得起他，你知道他是一个当地人，就是混的人，感觉这看得起他，他就这样一个笑脸。你要是说不行，买张票，买张票再进去。他妈了，你朝我要票，你他妈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拉你兵光兵光几个人往打，这白打。对，你说你给他打吧，你打他不就自己还是你打了这场你不要演了，那人都起哄了。没错没错，你碰到这些地痞，有些年轻人来了说话不客气，谈火气也大呀。没错，有时候忍耐不了，操家伙打吧。打就打他，这什么了不起。我这打架都花了7-8万块钱了，跟人家打架。我发现你的性格挺稳重，说实话。咦，我以前真的脾气是暴得很，那在门口你说谁来了不买票？不过经常要经历点事儿以后，磨练就是经历点事儿，磨练。那每次了打了之后，这派出所一来调查，我跟人家走了，啊，搞不好关你几天，就这样。像你的就在旁边就坐着。你这个，你说你要什么保镖了？你也不是说他不得罪人，天天提着钱。他第一，对对，这手头上钱多了就存起来，或者邮回去了，顶多他抢你就4-5千块钱嘛。但是我们在干了几年5-6年了，没有办就到这大棚里就来了，拿着枪什么东西刀枪抢你的，没有碰见过。他是跑江湖的，一般抢的少。但是真正就是走，就是走黑道的什么人呢？给我们，他就是看到我们。也不理解受罪的一帮人，对对 对，别抢他们。没错没错，他就这种思维。你弄那一会儿，看带头赶过去。也不容易，这些人来出来干活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是我弟弟，要说是没有他的事。这是你弟弟，他唱歌。谁弟弟吧？干活没他的事，就是说你给我带好头。你唱了歌演了节目，你再一干活，别人没话说。对对对对对，他也会唱歌。他还小，他就有还十几岁，十七八岁。啊，十七八岁。我一看就是十七八岁。亲弟弟。亲弟弟。嗯。那你这个就是你夫人，还有那些人了吧？你弟弟。这团本身是我老头子带的。你爸。现在家里有事。你爸退休了。也不叫退休了，他有事回家，家里有点。那就起哄家养的腿疼。那大白天咱要啥事啊？那我说要查车，你们从哪从哪里？那说话都放屁了。都是什么呀？我要不该加入了。听都不当了，这老早就刚才正常说的都起来了。我讲吃点完了，先吃吧，别老过了。没干好事谁你玩？你我记一记。不是呀，一不灵子红了心情。哦，那不正。蚊子我都不怕蚊子咬，它咬咬也没意思，它一咬红比那多得很。你听没啊？别人扔球看，二三四。没了，你也是小孩了。
俺都二三十年。我看着年轻啊。你年轻。我看着有二十么事，有二十岁。可不是了，你谈恋爱都八年了，你会二十？嗯。我要是个真是，再过几年以后，碰干不干不干碰我。啥也没弄，我也不跟他们议论。哎呀，我也可不咋干这，咋着？我真烧受不了咋了？我今年我不出来，我真干了，真干，肯定不好干。不是不是，不是叫我，我要上学，胳膊上不给弄疼。上学也不弄，我还是照样，咱命里注定你都是这，你永远你不管你上学也好，花也好，你还是这。你上初中，都你那光知道谈恋爱，你能上到？给你逗了，还得唱歌，你去给他盘翻了，唱歌。哪有哪有都是落下地，我好好跟你对啊。对对呀，大弟。我一上课说我了，他说我叫你叫你啥？我就我得给你说一个，我烦。没穿还没进门的。他咋没穿呀？我跟你说一句话，我叫你老子，你老子，你老子叫你啥嘞？香啊！你香。你哪想呀？你想啥？你再想想吧。你妈谁找到了？我问你，因为你女弟弟，我跟你说，从别再给我少说老子老子，老子我听你说。你要是跟你说，小小人说我对不过，我跟你说我就敢对你，你知道吧？你再给我摸点哭啊。俺家门我也被说你住着俺家人家。我哭了我哭了，你说说我也得可不得，我知道母龙那越老了，这老了要再有病那就可可难，你受不了。你是他红哥了吗？他他他点面叫你送。他点面叫我送了，叫你送。我他娘没见着我呀！他对象跟他一块儿的。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就是早就走了两个啊，对，跟他是一个地方啊。他也呀，那他们可能在外面等着他，就是等着他。我想也是嘛。后来找了什么别的活，他感觉比这个舒服，比这个赚钱，所以他就不辞而别走。但我没什么说的，这不开工资那太好了，这不是我不给他，他不愿意要，还不是拿了钱给他的时候他不愿意要，这还没说给他他就跑。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谁不知也感觉有些老，干干快点干吧。你这啥意思？他不是不哭了是吧？啊，你说那就是你叫燕姐电话。在家学勤快点啊，别的跟整天懒得这的跟他撒上了，有的撒活也不想干。那就这吧。别的没有，你要就当计划生育那事是吧？我跟你说，如果他这样说，还是按以前的，要九千的，要五千的，你完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回去，我回去跟他说去。你的话要过一段时间是吧？这生意好了，我弄点钱给你寄回去。啊，老大，电话费收了多少钱？
我说爷，我们嫂子俺俩买衣裳的时候都买一样的衣裳，俺俩衣裳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他穿我也能穿，我穿他也能穿。我在家里，我跟俺姐俺俩身形差不多，都是瘦的，瘦的我就高低也差不多。我在家里，俺姐里头我都管了，我里头俺姐不管了，俺姐穿的时候，俺姐比我胖。你看一个，叫你的爷回来看。对这才别的小女们过来发愣的时候，啥？发愣的小姐看。我都是小我就挣钱了，掏来一个那三个，我下面给我赔钱了三张。也都是心求。他说挣钱的时候要了。他说你买衣服，他怎么办？说我的身体不好，你想啥买啥买。我你要不买，我也没办法。我要等老板来，我想跟老板说回家，不能老板娘回不去。我在他那，我问俺姐，出门俺姐没出去，我跟俺姐来接我了。坐电话给他身上，你看吧。我都想俺爸过生日时候，想回家一年，回家看一趟。他这一我回，俺家不要出来。快回家过半寿了，好多年没回，三年没给家过半寿了。你小家可要掉了，眼都光掉了。是呀。我两天你给稳定的那配个小品吧。对对对。中了。行。啊，以后搁着叫人学唱歌了啊。以后谁唱的好都叫谁上去。哎，燕姐，唱个错。春天的笑容正在发芽，没有一个微笑。我可不认识你们两个，走，走，好好好，走走走。哇，太难听了。不是，不是我捡回来的，捡个蛋，下地捡，拿来。俺俩球头吧，我们昨天下地捡的呢，还橘油的，主要还拉直的，主要橘油的。啊，我不记得，我捡捡，不认识。一人五块钱，捡去啊。走嘛。啊行，不捡的，我走。好嘞好嘞，我老该饭了，走饭了。人家拉直给他。你俩给我商量着，我头发要不拉直，连媳妇也寻不下来。谁说的？拉拉直。说了吗？你那直是天生的，就让你再拉不住。切。谁说？捡这能行吗？这能行？捡这能行吗？找哪个可以行？这能行吗？哪个行？那个太短，你那太短一个，太短不行，对不好看了这个。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剪什么的。想看下什么？你到十点吧，不十点半结束。对。我跟你说，我贴个平头，贴个好看的行吗？贴个平头贴不了。贴个平头。贴平头贴不了啊。贴平头那这也行。你给他理个汉奸头，前面留两撮毛，那好看。对，那好看，那好看吗？那能平头呀？嗯，那好看。你得理呢，你到下午看门呗。行，那就给他看门吧。开。给他你看，人家不是出去玩。不出去，我晚上10点钟关门。10点钟，给俺的歌舞一曲结束。
那搁我这儿。你们哪的？搁我这儿。哦，我从来没去过。你不去？没开过。这建筑法有吗？不是，这不是的吧？这关多少？关一会儿吧。嗯。再关一会儿吧。关嘞。再关几天、啊？关几天、啊？嗯。你什么时候洗？你现在回去洗吧，就关一会儿。啊。看你什么时候洗。没事吧？大姐，这咋样？好看不？哎呀！哎呦，妈的，摸没给打吗？哎呀，好香！叫进来。叶寒，兄弟，这也刚下那个什么万子良，能光焕发。够了，我等着他都晒。哈哈哈哈哈！你乐死没呀？我这完了，这不是丰台文化局吗？我这卫生大检查，我们过去演出，文化局接不接？文化大检卫生大检查过去以后，十一号过去以后，不是六号吗？那不是人家不是卫生大检查不是六号吗？你说十一号以后再接？啊？得了，这钱丢你们赔！你别了，你特殊。我没给你，没给你。你头大。头大。千万别，万别。我是要说的，谁也别了。我自己。那也拿不住。我也不是拿我的，给你几万嘛。不想死了，拿他上去。Oh.
流行的一首新歌《我爱你》，好了，谢谢。昨天不过来啊？我今天下午过来。你把这回了，我们要排练了一些新节目、新内容。对。我们这支队伍就大概提着说，是九星我们的队伍，对，曾经到过台湾，哎，什么奖？曾经我到过新加坡，对，什么这地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南亚一带，人家咱们放的，我们很受蒋总统欢迎。后来蒋德都死了，我就跑到这儿来。就说大概提的意思，你就给他抡。现在的事儿啊，你说的，你想挣钱你知道了，想挣钱，抡出去以后，头三场要给他开放点。头三场为什么开放？绝对开放。为什么开放啊？这头三脚得踢出去，一踢出去了，往后你别刹不住，对，就得四周围搁上你们的人。没错，一看有该打车闹，开放了，到时候这个观众有反应了，这是派出所来了，找到你。没有这事，没有事儿，肯定的。我告诉你，派出所也是个看黄片的玩意儿。不是，我啥都不看，在家里看，在那办公室看，在外面看。他这石头呢，动感一控制，这是一控制。今晚上几点啊？你说呢？啊，哎，那天咱们打的有点少，再少一点吧，少一点。你怎么着？不敢，我姓刘，叫我小刘都可以。你是老板，你是啥老板？你是一大老板，一大导演。我已经赔了他妈逼20000多。完了说，你给我买一下，到时候你有困难了，人帮你。这个有的石头，他上那一辆车，等一下他就要到厂里头了。一辆车在车上给他收120。360。把这360。搬了。那长腿这个本来是。来，来。
放肆看死他了。这个领导都不乖了，你要这样拖车就不得了。我们那普通话不要说。我说你这孩子就该打，打死你都该。这刀子，打死你都该。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干了，兄弟。我怎么坐车上，他坐我前头，推我一坨，推我一坨。大的你干，大，我干啥？我想要枪，我都不许扔，放着。推了第一次，我看了他一眼，我都没理他。第一回，这第二回又推了，第二回就推到我头上了。你哪家大嘛？我老子就要炸你来了！哎呀，赶紧干吧，赶紧干吧，把我给那块知道的真些事儿。我被子扔了，上我带上。兄弟，你不卸东西？要跳着的，明白？我卸到后边。都拿着中间红杆，你看拿手过底下。地上打着了，都在往地下开了吧？啊！我到时候给打个电话，你过来。这个你别给这么点啊！那昨天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那昨天我跟你说好了，你咋说的？你说我不去，那我可以找别的车子是吧？你给名片都给我了，说的好好了，还给你打过电话。你这现在东西卸了，你要150，你这不开玩笑吗？你这都不像你昨天给我说的话，啊，都是做这买卖不容易，也不。哎，你先别，你来吧，你生气了呀？我不是我生气，你是做买卖，我也是做买卖。你来，我跟你说清楚，你心里没有气吗？你看我跟这哥俩儿，这都怪你！我跟你说，啊、昨天下午跟你谈了、啊、这事啊，你甭埋怨我，我也不埋怨你，啊、你知道吗？兄弟，把那垃圾往里面，往里面。那咱在录音，咱俩照着。哎，大家老敢往外头扔。咱们这个外头点点就多了，知道吗？懂着觉得。大个子的，是吧？操你个鸟啊！你吧。便宜嘛，你省力，看嘛，这多少钱？再来给你要。来，好家，搁这个地方再推。来，这来。看这。哇，那差你妈地，哈。你上那菜市场那儿，俩人家的孩子，保险你抱过来，抱过来，这拧来了眼睛。保险都问你们那刚来的，哎，刚来的，你等着多少钱？肯定有人问。你看，你绝对管事儿，我跟你说。到菜场。小平，爸，我有病，我在上。哎，我跟着那去吧，给你穿上。队长，我跟着那吧。嗯那他吧，那他吧，晕。穿拖鞋没事是吧？你鞋穿，你非得穿拖鞋不中？回家人家看你，可消声了，不中。这俩就开上哪儿当去？钱包了，我买东西。快点！
的没。这儿哎。别跟他们死不裂正常那啊对有捣乱了要这样说我们能摆平了摆平了摆不平等到麻烦你们了对要这样说有点严重了有些来了其实说不想买票了有人要有一个两个十个好像都说不买票只要他不买票进去都无所谓只要他不闹事都行对我这就是想点不乱来是为了说养家糊口对了出门就是为了挣钱我们不是说出来为了打架吗对那打架也不出来的带这么多人对吧对吧走吧那你们慢走啊好嘞晚上还有时间了过来了有些地方小孩跟妇女太多了怕怕封建意思是我这怕我们这一穿三点钟有的封建的地方了觉得不好意思那谁去啊不过我跟你说句笑话谁说那行那今天晚上穿三点钟今天晚上票价还是五块不晓得三点钟拉上给他刷透了。嗯。看看国家正规演员的演出。哎。黄歌劲舞，跨越二十一世纪的超时的歌舞演唱会。远大有一个团，今天晚上将以隆重推出大型的歌舞演唱会，同伴、来宾们、不要开怀，不要犹豫，时间抓紧时间，够票留着走了。来，今天晚上这场演出的时间，等现在开始预售，走一票。Sound, swing your arm, yeah, that's on the fucking sound. You're on the rock, this record's
管，好不好？我给你这个车。王小出门了，找这个钱，受罪钱。我们出来做生意的，打架到哪地方打架了，吵了闹了，这不存在。光棍到哪里了？哎，这光棍到哪里？这光棍。这要不出事儿。要不出事了，他就不管。哎哎，我们在我作为我们做作为这个治安来说呀、啊，就得维护场地，维护你们的安全。嗯，你说不管怎么说，三天没出事，最后这两天一哆嗦，完事儿到时候或者闹出点麻烦也是不好，对不对？哎，我们几个人啊，受点累，我跟你说，帮你维护维护这事儿。我的能量，就咱们东边有一个营，武警的，咱们能量到什么程度？我只要一句话。啪啪一排一营，马上就到，把这就给围了。所以他不敢，还不如少管所，一个给弄里头去。跟所长一说，那龙就给他蹲进去。所以你别看这儿，他们有些人他也了解这种情况。哎，我们的就是什么呀？本着一什么呀？你只要不犯法、不犯错，我们还是跟你同志之间合作。可是我这他们也是啊，我拿他们也当孩子看。我也没拿他们当敌人，他总是人们内部矛盾，教育你犯错我还教育你，我没拿你们当敌人，这算完了啊，好吧？您放心，单单绝对不会再当麻烦，不是，有事跟我们说一声，不是吧？有这样说是摆不平的事，我都赶紧说，对不对？有事你来啊。甭管怎么说，咱们把这事儿，咱们都得给弄好了，弄摆就给他弄平了，这帮人咱摆的平摊吧。啊，摆不平的事，我得真就得喊一声去了。很简单，这没有什么太挑战的。啊，那就聊点跟你们添麻烦，互相帮着我混碗饭吃都不易，都不易，这确实不易。就我们胡小，就简单说，你这所有灯光设施，你跟我们多少钱一天？怎么样？你那营电，治安费、水费、卫生费，说一下你就给钱，你这不是瞎找吗？这个你看呢，真没招。对，喂。现在他们已经劳了一天了，正在休息。说你请我一顿饭，瞎掰的事儿。今儿你请，以前你请过吗？我们照常入住，是吧？不是为了这些，嗯，真不是为了这个，是不是？我可有一样，你今天请我们吃这顿饭，也这么回事儿。你要不请，也还是这么回事儿。人世间就这样，一样。对，也不是说这吃吃喝喝，这个只能代表你们俩的。我明白了。嗯，报账上了，在那儿等着。行，等，剩下这推的。过来吧，出来坐会吧。不去，不去啊。我这特邀演员。还跑到漫地里弄了个破两盆血。嗯，怎么样？公众坟，公众坟马上到站。哎，到公众坟去了，这五个都是。看反了。房长伸到哪去？咱们原来是我原来进大棚嘛，进大棚我就想着。我前阵我说进大棚，我说我在里头干多久啊？干半年啊，干一年啊，或者是给他干上两三年啊，或者怎么样？我想就是给他干两三个月，因为我现在我当时真是一分钱没有，没有我想说干两三个月，手里拿点钱之后，我说我再去干点别的，或者摆个小摊儿，或者干点别的。所以我就大不能干两三个月，你看我现在想走的。不是我知道。我也不能说他给你钱啥的，因为我现在你看我还顾不着顾自己，连自己都顾不着。把你的态度变成你的人，就喊他。
天气。该走的都走了，该溜都溜。我很累啊，老大，你不如你给我留个电话。如果回家，我那这烟看完了，我到时候再带几根过来。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电话咋不能留？能等着手机好了给留下。有没有背啊？什么事儿我都背了。老大，你说，你现在很困难，工资我也不会要，你顶多我也没别的要求，就是。你给我弄上鞋算了。弄上鞋？我鞋已经穿满，我不想出来干这么长时间，回家穿上破鞋回家。弄上鞋你都弄到家了，行行，不买车票。车票我到时候我自己想办法吧。我洗个澡，有老乡，就想弄上鞋。家里没事，我绝对不会走。加上弟弟今年就考上学，实在没办法。首先要感谢你们在这吃饭还稳定了。现在就很为了安全性，我请你爬上我的包。哎，打给你们。打你。有时间的话去我那里玩啊。好。哥哥。你说嘛回去吧。老弟把手那妹妹热妹妹热来呀，行妹妹罗迪但是内容情节写的特好，阿毛的书好。是金可用火，战胜女人可用金，而战胜男人可用女人。你也说确实是指的女人，我再给你找一片土让你绕。说话有点成见没有？最后一次胜过一次的赢，去出海的请你的神灵可厚了。他每一下都会请人大步小脚走过来加你半个小时。赶紧咋了？我也不进去。张曼玉拍到西龙门客栈跟第二部那是啥，拍了这个个这一个也回到新闻界了。张曼玉张哥，这张曼玉吗？发现了。张曼玉拍到那个西龙门那里我们打服了，没有那的事儿，他不服，知道吧？他不认识。但是也结恨的，这打的也结恨的，小不了啊。我现在和孩子，现在和孩子短，先短呀，是啥呀？现在那你时间太短了，他拿着刀他没放下那刀呢。
他能顾着自己了，这是我的愿望，别的什么都不行，不要放黑，一切都放弃了。哎，说了，今天我请教一件事吧。假如说我现在要说再过个一两年我辞了这行了，不干歌舞了，你是应该选择哪一行最好？啊，我问你，他让你给他参考。啊，所以说咱这种档次呀是外光里毛啊。你说留个妞是吧，表面人家一看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演员，什么什么特邀什么什么演员，哎呦好像他妈的国家的演员一样，好像他整天想的，哎呦是不是住旅馆，整天住了旅馆，整天他妈吃了什么三天海味饭店吃去了，来回都是吃来吃去了，反了住了都是垃圾堆，吃的都是馒头咸菜，喝的是稀饭。酒一香的没。这跟我们的衣服确实不好看，不好看，这样的你工资高了吧，你比如在工资一元两三千了吧，他是他就是那个一个什么两三千老板现在工资高，干一个月好啊，他不给钱了他想走，现在老板现在你要走你走啊，一个月还钱了不给你，那现在是老板骗你，你不可能骗老板的吧，只有老板骗你，你们不可能买了，无论在哪个城市给老板赚钱钱，你有够意思了吧，那给你的，不够意思的话就了，就是老板赚一万，就你也不一定你能赚钱。风格也不行，绝对不行。所以说你说我在外面能混，混一天算一天，那可不跟以前一样，以前这样一个人出去外边没聊没啥，那箱子干啥干啥，想玩玩了，想吃饭吃饭，不想吃饭不吃饭，现在负担很大。说这是一件事，我你不管咋的说，总的样子你说你死了说我死了公平，主意是咱跑的也不是一点儿，我还绝对跟他只管走。我那天呢，你不知道，就前面的下流事儿，不干，这是一点。凭自己的本事看，看不起。下流事儿，一般来说，那就你像个俺样的，经常说你都是干了这些活的，无不得有的时候都做别的，因为俺跑的不一点。那被迫无奈呢？不过我不敢，我现在我不敢，我真不敢。我现在我真不敢，那那么这样，我现在要饭吃我都不敢。你不知道咋回事，我真不敢。万一这样，咋说呢？不好的话，啊，弄出来，不，弄你个十几年、五六年，实际上老婆孩子你们谁管？没人管教的，跟以前不一样，没胆量，知道吧？那是不可能的事。三人饭啥人就发财了，你抢劫抢下来发财了，三人饭钱长命吧，长命的，像我的像个命。他们干活了没打死，I'm sorry.
兄弟碰碰，投降，姐姐放，投降，不可能投降。
四有五，给你唱好，兄弟唱。走了。啊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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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如何了？我并没有问他王王，我都是听他自己的。啊，对不起，来了，你来。哈哈哈！也只要你对我的成熟的眼里，我就能成熟。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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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爬吧爬吧，可以吧？小对不起刘志官，我跟你说，我叫他已经怂了。走，不能当上这事儿，说只能胡军对不起我。没有，我打你了，你这地方，你想咋的？哎呦，来，那红哥这你的好，人家啥都好玩的，哥。叫你听我说，是的，你给我坐着干啥？你听我说，你心目中。崇拜了我，你得听我的。我为啥吃你嘛？吃你没听好？你吃不了我，你知道吗？你永远吃不了我。咦，就凭我这一点本事，你能吃了我一家？你要吃了我，你这三家父母没啥了。你姐，吃了我。呀，错。我真开口，行，你走了。你想错？我跟你说，我想你不会。你走的时候咋说？我操！可能会。我腰疼不疼？我让你喝，我腰疼，我打我自己。这个腰的心就……哎，嘚嘚！看我骚的，你我给我真要你，我夹住你，我啃下去吧，你是？真有下去吧？行，你找你吃吧。这子也关心死了，跑了前头歇不住。你没有钱，我。你只要跟你哥们便宜，我能。啊！又用一口啊！盐少啊！你又要我，我要这种。我恨你又恨又爱你。来我，来我个啥球？你来我呢？拿我那个小案子。漂亮。啊！你这个压的强了些呢。不好说了。再去一个房子。我判你我。我这你判完我又如何？交给我。呀！我扛着走那回，要不用我让你拿去。我说我不要人家理我。不给换了，你肩膀往里装坏了，都要的。给我抓去了。这姐，这会扔吗？这里有。大家，知道吧？干嘛呀？去。雨姐，雨姐。哇！我呀，雨姐。雨姐，叶哥，哎呀，得，你再上两天回去呢，快点，妈呀，妈呀，你搞没有？我开车，快快快快快！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哇，哎，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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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呢？今天要卖了吧？对不起我了，我都对不起。我的儿子，我对不起你。哎呀！兄弟，我对不起你。我是你哥哥吧？是你刘刘。你为啥不听我的话？我听我，我这么大岁数，听呀。啊。
他一愣着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似的哥？这人就这样，他心目中只有我一个人，第二个人都没有。我爷我的也说要人一样走，说呀，不老的，绝叫真的不干了。行行行，你看吧，不要再看老过分了。我就可乐意了。第一不老的、最后没办法，我坐着家坐到跟前，摸着他梦不压的，最后没办法给困起来了。哟，都过去，都过来吧，过来。他现在就是酒喝的，说对不起我，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说带换风走，那老板给他钱，给了1000块钱。他被我昨天跟你一块去接他到现在，一直感觉他感觉是错误了，这样对不起我，他在说他对不起我，你知道吗？老板，那个。四老板，您上啊！4:02的车，我到车站里边，永泰我两个，永泰在下边，我在车上找遍了没找到，包括卧铺都找，一直到车快开的时候，我在那进站口一直待着，没看到他。今天晚上那个7:22去那个武昌的一趟车，我估计他要走，他不好在北京过夜，他没有身份证，换房也没有。而且他做贼心虚，他是个流窜犯，他不敢在这住过夜的。我想就是5-6点的时候到车站，我再走，我再去找一次，找到他这次我真的。你这次要是你要是欺骗了我，我都没有朋友。我从内心里我是最相信你，什么话都说给他。这次要是抓碰不到他，以后我回家天热的时候在家里待着，他只要出现在保护他就到。他好多罪证还在我手上，他妈他敢骗我，抢人家2辆摩托车，4个人拿刀到人家去抢，到架脖子上去抢，咱们走吧，走。
说现在这会儿正是一种正是一种困境的时候，俺这会儿是这一连这几个地生意不好，哎，都稳不住民心了，你知道不知道？然后这那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演员哪个演员走，我倒不在乎。我最在乎就是我的感情，我的朋友。他进来之后呢，就是说他想尽办法让他让换房给他跳曝光，就是说在老板面前他要占第一位，得到老板的信任之后，他要气这个老板。这老板如果说有钱的话，少了几万块钱，他真敢吃。但是有些事不要过于相信谁，我跟你说，真的不能过于相信谁。人心隔不隔肚皮，有啥事不能说不防了，对吧？不要。我有时候想着上天，还不如交在外地朋友，他妈每个人在你跟前实实在在的，你交这帮人他妈逼，回家你回家都到你家来吃喝玩，吃了喝了还骗你，他妈逼。他老该这边了。你呢？前面不是五点半啊？这都五点半，赶不上。五点四十。五点半，咱算尽量过去吧。现在十八点。几点了？好。找不着人了。哎，还敢买斤肉？涨一斤肉，5块5毛钱斤肉。是吧，来小王？买回来伙食干啥？行不行？那你怎么舍得花钱？我饿。来吃一把。就剩7块钱了。哈哈哈哈哈！啊！我这最低要1500多块钱，不会干。他开的摩托车去四趟，请我。能给1000吗？给1500。啊。这少少2个月了，你2个多月了，我能给你几千？3个月了，先给3个月有了。没有呀。不过从我今天想，必须得我的情况再说，不说不行，必须得说，你成不成？各位东西，我你对不对？那我整天跟你屁股后边要钱，那再要都不好看了，你再要都不好看了，你只能甩一次，你要再要钱再给你，给了你的屁股以后能要，那妈妈最起码得一段时间。跟零花钱不行，是不是？那咱也做，回来没事。妈，啊，你回去给他具体谈那个情况啊。你我的话，你们该别在这一直坐，等着我，等到年前别那，你们该该活动活动。不是，俺这说的话啊，是吧？行不行？走走。咱这个药队上，你可知道？既然有这套设备，啥时候走到哪个地方，赶快平的，咱不能断。药队做的是不会断，就是我四大爷的保体。我的想法这样。你心里给我想是一。到哪个地方干都保住。你就一点不跟我不老一样，没事，承受的压力没有我大。哎，你操心是操心，嗯，不骗的人比着不一样。俺就没我承受压力大。啊，不过现在咱这个痛苦的头已经慢慢的过来了。然后开门你就看了，开着吧，都是红火的生活做的了，一步一步的好了。
你弄了这得三级片啊你吃饭吧。五方一条龙。来来来，歇了，歇都不上。二十英雄。你弄这个了？咦，拿火跳，我跳的没影。跳我架子可有刺实。你把那个那锅盖不是卸着呢？你有虫吗？哎，有虫吗？两千两干一年等于你落了1500块钱，厉害吧？心够黑的吧？其实呢，因为表面上看一个人都挺好的。但是你要跟他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家中嘛，我还有个弟弟在那上初中呢。我之所以要出来，就是我想呢，我一二十岁人，在家里我干什么体力活干不了，因为自己吧是在那个小厂子上班嘛，你捞不到什么钱。一个月就算3000块钱不够什么，我出来了，满怀的希望就出来了，没想到。你演的怎么样？挺成功的吗？这种话你对别人还不能说呀，说出来就是麻烦事。我操！我真他妈的现在真想做梦啊！哪怕我捡到200块钱，够我回家路费都行。我操！你说，真的，口袋里我不瞒你说，不怕你笑话，我口袋里现在还有120毛钱。要作为正常人来考虑来说，你像我这种，在他这个团上，给他付出这么多的精神和这个体力劳动。我应该没事到外面买点吃的喝的，这都正常的。但是哥们儿，你说1块2毛钱，我现在拿什么去？你说。爷俺俩吃辣椒的。这是。饭都颤着都。哦，下火了，下火了。这一下呀，我怎么喝喝一口？好啊。哎，明堂。干。你这个。你还五口嘞？我。再把娘子背上。天放了炮。骆驼来战，里外带两口子，一尺多长，坏钢子烂钢味儿，又坏里当。小叔，听听我，有时间了，你请你喊我小青，你听听，真正是没心情，心情不好。影响情绪。哎，你坐吧。啥时候能干一个地好生意？从那问学院了。都闻着情绪了，该咋高兴咋高兴。这要是真就是无敌之勇。天安门广场，俺这俺老头要是逮着蒋大为那一局里，我倒真这个是。那这感觉很。接到这天安门广场。你要有到那地方，你也不仅问了，不仅问对天安门那地了。对对了。你弄那地干啥了？有啥用？想要多少钱？10万吧，走吧，拿走吧，开那条去捡去吧，100万去捡去吧，干那干啥？去吧，他少了7块，少再少不交，走，让他坐去。看看逮到这谁拐回来了，让他5毛钱逮到了。哎呀，你就拉到那天安门广场，你给我睁大一眼来，也没人管你。不行。东华这东华不是给这天安门广场逮过啊？那他妈逮着吊车可能当逮的就高了。耶，那这7月1日的时候，去年97年7月1日的时候，是不香港时候不是香港那天安门广场不是搭舞台，不是也是义演了吗？那也是义演的。清回归，天安门广场搭个大舞台，过来演。咱那不用搭舞台，咱们把那舞台一逮往那一放。真得意啊！你瞅见咱那东西，你赶紧给我拆走，别影响市容了。
挣点烟好些面妈咪这给天天妈去接着啊接那银箱子都是豪华银箱子啊接呀给这样捧起来的药哎呦我说的妈你坐在车上对着唱着这家真潇洒看来了好了那就包那都这黄子包给我唱么子这黄子我现在他妈的是苦还是福啊那跟么子是不是我来过了第一给我的爷这才在转行政打打模子我也想着想地址啊我就抽两个杀就不杀就我他妈了的三年之内赚不了大钱我非杀人不可真的学了我真掂着钱我出去干了一番事哎呀我去我跟你说吧你看看那是外面的世界知道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吧挣不住钱朝死就挣呀不能杀人一杀人我跟你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感到无奈的时候我会永远等着你狼怀孤的回忆杀之日是来自推荐情人手一五左右掌声一五看